今天吃梅菜扣肉辣椒，还有这个小蛋。这个梅菜扣肉全部是采用上等的五花肉，然后里面没有任何添加。一盒是那个样子的，然后发两盒，再送两包外包菜。这里面的梅菜特别下饭，过年了，我们可以蒸上一盘这个，一家人吃。藤椒鸡腿，这个库存没有多少了，原材料比较紧张，
它有一股藤椒的微辣。我这是油炸的，可以空气炸锅油炸烤箱。下次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才有货了。它裹的这层是小麦粉和淀粉。喜欢的姐妹赶紧囤吧，拜拜。